我那机器好不好？因为是太小了，挤不进去，真的。录了，录了。我尽力了。沿路奉上马天宇到台上来。恭喜恭喜马天宇，获得今年的全能艺人的荣誉。几个录音方式，录音方式这样说的。我今天早上4点钟才收工啊！我在北京三环那头拍到4点，7点半我就起来了。因为我之前也是学厨师的，所以做饭呀、什么的，养活自己肯定是没问题。炸油饼啊，卖豆浆呀、油条呀，烙大饼呀、烧饼啊，我到现在都会做馒头呀、烙大饼啊。我这还好吧，我又负责美，负责帅，好吧。我不说呢，反正有那个香蕉，反正新香蕉在呢，我怕什么呀？大不了就把你媳妇拐跑了，你看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国民美男马天宇，是国民美男马天宇。你说是多少？我可以用我自己的钱吗？小心别烫着啊，好不好？查一下哪个航班去哪里就走了。从巴黎玩两天就不好玩，然后又飞到捷克，一下子就好冷，又有那么冷。我都是喜欢旅行，然后也喜欢在旅行当中自己写一些书啊，或